小姐开始挑战我们第一个鸭腿啊、哦！这个小姐来自那个河北是吧？河南河北我忘记了。河北是吧？河北的，河北有没有能吃辣的？不是啊，已经成年了。挺辣的，那你不吃了是吧？好，那你打包带走吧，放在这个盒子，你打包带走好吧？打包带回去给你闺蜜吃啊。不要浪费啊，好吧？来，给小姐打包带走了啊。来下一个。下一位。刚才那位河北小姐姐，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啊。这位帅哥来自哪里？来自湘潭。湘潭。湘潭，不会是湘潭的吧？对，湘潭的。哎呦，主播老乡。来给小哥上个辣。那你包不能吃辣的。对，像我就吃不了辣。真的。来，小哥跟你讲一下，这个鸭腿很辣，魔鬼辣级别的啊，都是成年人自愿参与挑战，可以吧？好吃不了就不要吃了，不要那个量力而行啊，量力而行，不要尽力而为啊，好吧？我们拒绝。挑战者都知道你的台词了。是的啊，是的，来。哦，手套。摩托哥在后面这个帮忙啊，在那后面打杂啊。咱们拒绝辣椒精啊，这位美好生活辣椒用的都是云南酸酸辣跟印度火腿椒啊。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，你可以买回去自己加啊。在哪里？怎么辣的？这里也被辣到了。你抓的？辣到了。哦，这个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搞了，红了。吉欧哥自己在休息啊，吉欧哥。如果说直播间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建议你们，如果说你们想来现场挑战的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开始挑战。如果说你们想来现场挑战的，你们可以就是说先拍个绝辣鸭腿，拍个7包，拍个3包，回家先好好练一练，你看一下这个辣度你是否能接受，能接受咱们再来现场挑战 ，OK 不？这样的话也不会耽搁大家的时间啊。在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老街啊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乡下的小哥能不能吃辣啊？这小哥我感觉一个。来，家人们，直播间有没有湘潭老板？你们觉得这位小哥啊，鸭腿能吃几个？咱们可以互动一下啊。是的，这个小哥哥，家人们看一下能否挑战成功我们这个鸭腿啊。看我们湘潭。你要擦眼泪、擦汗、擦鼻涕都叫我啊。一个吃不完是吧？半个是吧？能吃潮汕爆辣，这个能吃几个是吧？潮汕爆辣的话，这个鸭腿能吃半个吧。这个鸭腿卷辣鸭腿比那个潮汕鸭脖的 BT 辣还辣。对，吃的越慢就越辣。它用的是湖南酱板鸭，还是非常有嚼劲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家有两款辣度的一个鸭腿，一号链接主播说的这款绝辣红的鸭腿，香蕉10倍左右辣度，魔鬼辣级的辣度啊，非常非常非常辣。不能把辣椒当饭吃的人，一定不要去买这个绝辣部位，好吧？不管你是云贵川也好，北上广江浙沪也好，北上广江浙沪的兄弟们，广东、福建兄弟们，买这个香辣鸭腿啊。香辣鸭腿是一个微辣的辣度，小咖喱的一个辣度，不是特别能吃辣的啊，不能这个跟主播一样吃了10多斤冰糖吃不了辣的兄弟们就买香辣鸭腿，香辣鸭腿是一个微辣的辣度，35.9块四个，26.9块三个，来一号链接抓紧手速的网速了。是的，绝辣鸭腿现货库存不多啊，来家人们一号链接刷新小黄车。重庆、四川、江西的兄弟们可以买咱们家绝辣口味的鸭腿啊，绝辣口味的鸭腿应该挺合你们的口味啊。绝辣的话，对，我们的鸭腿不咸啊，它是又香又辣的、啊，兄弟们。是的，这个你可以放心啊。甘肃买不了吗？能拍就能发，拍得了就发不了，拍不了就发不了啊。是的，能拍都能发的啊。是的，直播间那些老人啊，小孩就不要去买吃我们的那个绝辣了，绝辣真的很辣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如果说有拍过绝辣鸭腿的，有吃过的老板，你们可以在公屏上反馈一下啊，因为有些新粉在问到底辣不辣，咱们可以反馈一下，让这个新粉也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绝辣鸭腿，让他们量力而行，不要盲目去拍啊。对，这里是挑战的。现场的那个鸭腿比绝辣还辣啊。因为现场是个吃辣挑战，所以说加了魔鬼椒啊。来，老乡还要不要再上一个？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是吧？再搞一个。来，再给你搞一个啊！小哥，你不要听主播怂恿啊，这个东西量力而行啊。没事，老乡。没事，这个你吃不吃无所谓啊。再搞一个。我可以放在这里做展示啊。
吃的，那一下就着落了。鸭腿不能晚上吃，因为会睡不着觉，是吧？是啊。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啊。鸭腿，那个只能中午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不能吃辣的吃我们家绝辣鸭腿，因为会早晚会出事，知道不？是的啊。这个鸭腿的嚼劲就跟牛肉干差不多。有20分钟的时间限制啊，这小哥吃的还可以啊，吃了3分钟吃了一个了。能干嚼小米辣可以试绝辣不？能干嚼小米辣的可以试个香辣啊。要不要？那个绝辣很辣的，你们不要乱拍啊。要取掉不？取掉是吧？这个来自乡村的小哥还是长得比较帅啊，兄弟们。小哥挑战的同款是绝辣味的，派了绝辣鸭腿不辣吗？如果说你派了咱们家绝辣鸭腿觉得不够辣的话，你可以来现场挑战一下啊。派了绝辣觉得不够辣的话，可以现场来挑战一下啊。小哥自己平常有没有吃过比这个还辣的产品？干嘛？我们乡村的焦糖鸡还没有这个辣？真没有是吧？乡村焦糖鸡它也不是那种喝辣椒。喝水，你水嘞？你有水没有？啊、哦。小哥戴的不是假发，这儿包真发的、啊，兄弟们。你们就是羡慕人家头发好。哦，把时间暂停了，他换个手套啊。这小哥一看平时就没少吃狼爪，这个脸比我还方一点啊。不是嘛，姐。小哥。来，你帮他擦一下。我来擦一下吧。来冲着我们这个小姐服务来了是吧？啊，家人们，太坏了啊！他自己擦。小哥的头发像假的一样，像假的一样是吧？包真的，家人们啊，包真的啊，是真发，是头发。绝辣是特别辣吗？我试一试是吧？可以啊。咱们家这蒲公英啊，如果说你能吃辣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拍绝辣。但是你拍回去把你辣哭了。出问题了，你不要来骂我啊！这个东西要给你们说清楚啊，量力而行。绝辣鸭腿是小米辣15倍到20倍左右的辣度啊。你可以吃辣是吧？可以吃辣，你就可以放心去拍。右下角26.9块，到手3个，不会骂我是吧？好的，不会骂我，那你就直接去拍。26.9块啊，到手3个啊！现在拍下了，老板，咱们阿姨啊，待会到仓库那边会催一催的啊。可以了是吧？来，开始挑战啊！开始挑战第二个，来给你放第三个、啊。这个小哥帅是吧？直播间帮主播上上人，待会我帮你们问一下他是否单身啊。对，魔鬼辣级别的辣度，超辣的哇！他没睡觉吧？单身是吧？越吃越上头。家人们，这小哥他们兄弟说这小哥单身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怎么看他一脸海王呀？这么老实是吧？海王，人家还是个兔。我们乡下没一个好男人啊。我这是好男人啊。你就是好男人。你真的好男人吗？香辣的话，它是一个微辣的一个辣度、啊。帅哥，尽量别整这个桌子，稍微轻一点的。香辣鸭腿是一个微辣的一个辣度、啊，小米椒两倍左右的辣度，直播吃了10多元的，我都可以直接吃完了。是的。这个主持人那里不是草莓啊，那里是刚才辣椒。辣椒辣到了，真的好。家人们，你们有看过这么大草莓啊？我去，没见过草莓是吧？不知道草莓长啥样吧？我是在用这个湿的吧，要敷一下会舒服点。帅哥，今天有没有信心吃到3个？有，加油！用的是帅帅辣，不是化学辣。拍了是吧 ？OK， 感谢这位蒲公英啊，感谢老板的大力支持。已经拍下的老板不要着急，咱们这边啊，如果说待会下班之后，咱们会去仓库给大家吹一吹的。加油啊，小哥，量力而行啊，不要尽力而为啊。没感觉，根本没感觉。真没感觉，一点感觉，口嗨哥，第一个口嗨哥。看来我们乡村的小哥嘴巴棒硬点。他是你们乡乡的，那包不行。包不行是吧？包不行，反正我是不行、啊。包不行的了，小哥。他等一下打你们的脸。好，我开始打他脸，打我脸。
反正我是不吃。对的啊，这位小哥开始是第二个了。鼻涕出来怎么办是吗？鼻涕出来自己擦，或者主持人帮忙擦也行。有鼻涕没有？在长沙是天选，没有。对，香辣是微辣的，很好吃的啊。就是吃不了辣的，你就买香的完事儿。刚进直播间右上角可以帮主播分享一下直播间。吃不了啊。小哥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兄弟啊，绝大多数加油啊！对，小这位小哥，兄弟啊，加油啊！你兄弟他们是不是都在等着你挑战成功，晚上请他们吃大餐？那是小哥有一点啊。